咁耐冇飞，真系好挂住首尔嘅嘢食啊！等我哋今次推介两间又平又好味嘅肉食餐厅啦。嚟韩国食烧肉就食得多啦，烤猪皮你又试过未咧？呢间系宏大嘅人气烧肉店，最出名嘅就系食烧猪皮，厚度十足，加上特制焦糖酱料腌制，睇见已经好吸引啦。烧嘅时候用铁烫压住猪皮，可以烧得更加均匀。过咗约莫一分半钟就可以烧到又香又嫩，再点少少黄豆粉就可以食得啦。而除咗猪皮之外，呢度亦都有其他猪肉部位供应，好似韩国人挚爱嘅五花腩、软骨肉、前腿肉等等。另外仲有好香口嘅猪皮炒饭，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。如果唔中意烧猪皮，咁望落血淋淋嘅生牛肉，你又够唔够胆挑机呢？嚟韩国想要食得够地道咧，就梗系要试下生牛肉啦。想要食得有信心，就可以试下呢间啦。老店位于广藏市场，已经攞过几年首尔米芝莲嘅必比登推介，好多人都会专登嚟捧场噶。呢度嘅招牌有生牛肉白爪鱼，同西式嘅生牛肉塔塔唔同，可以配埋生白爪鱼一齐食之外，韩式生牛肉仲会放麻油、里汁同埋里丝等等，肉香会更加突出。唔想食晒成碟都系生牛肉咧，就可以试下呢一个牛肉拌饭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想挑战重量级嘅咧，就梗系要试下呢一个啦。同时店入边亦都有热食供应，希望疫情完咗之后可以快啲嚟劲食翻餐啦。